坐的时候啊，比较好就是像这样子盘坐着。如果真的双腿不能盘坐，有个小板凳坐着，然后身体打直也是可以的。如果是这样子坐的话，双脚放的方式可以两个都触地，叫做散盘，也可以单脚，那么这样子叫做单盘。那当然如果脚比较松软的话，它也可以两只脚都在上面，这叫双盘。脊椎的这个背一定要打直，就是不要驼着，让后面的这个颈椎跟头脑的这个部分是可以一条线整个垂直的。双眼往斜下方看差不多30公分的这个距离，那如果是用内观的方式，就要把眼睛闭起来。内观的方式，两只眼睛闭上之后，双手自然地摆在前面，然后注意这个呼吸，呼吸从鼻孔进或者是出，因为呼吸是自动产生的，所以就知道它正在进或者正在出就可以了。如果感觉不到呼吸，可以稍微大力一点点去感觉到这个呼吸的进出，之后再恢复到正常自然的呼吸。如果在观察呼吸的时候念头跑进来了，没有关系，那么再回到呼吸上面，让看着呼吸的时间可以慢慢的时间拉长。只要有念头进来，不要再继续让念头继续联想一直在打转，随时回到这个呼吸上就可以了。那么看到呼吸之后再把这个心念放在这个鼻孔下面嘴唇上面的这个位置，这个很小的这个大概接近就在人中的这个位置上面，把心念放在这里，让心稳定。在心能够稳定之后，可以开始从头顶到头后脑，到整个脸，到脖子，到肩膀，到双手，到背后整个背前胸，一直到大腿，一部分一部分的把心念放在那个位置，去看它所产生的觉受。这个觉受会出现的，有的时候是痛，有的时候是痒，有的时候是麻，甚至于是震动。不管出现什么样的觉受，要用平等心去看待它，也就是不要去分别它是痛或者是痒或者是麻，不要给它名相，就是一种觉受，就是都是觉受。然后看到了再看到下一个部位，再到下一个部位，不要停留在那个感受很强的部位。就像这样子慢慢一个部位一个部位的观察，那久了之后可以感觉到在身心里面这些已存的觉受就会慢慢消融了。